哇，人生呢，上第一个阶段就是读册。啊，不过读册呢，结束了上重要就是毕业典礼。细汉国校毕业典礼时阵啊，常常拢会伫台顶表演节目，足欢喜的啦啦啦啦啦。啊，不过伫表演当中呢，结果呢，突然间行到我面头前，坐我面头前这位上细看，原来就是我四十几岁上尊敬的爸爸，竟然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。迄阵我目屎流落，爸爸，你对我的关心，我永远拢藏在心内，所以我今日一定会欢喜的表演一团给你看。所以不只是我细汉时阵安尼欢喜，今嘛快乐伙伴嘛是带来欢乐舞曲，让大家在座阿公阿妈欢喜，好不好？来，和声拍一个。Yeah.
就像哇，脱香哈子，真快乐舞曲。对哈，华香大姐。